到万众期待的一公的组队和选歌环节啦。第一次公演我们会有十支队伍，每支队伍有六人。哇，好紧张啊这个。啊，要说真心话了吗？我想选的是杨诗玉。上相奔赴喽，太浪漫了。艾玉坤。哇，双爱合璧，双爱合璧，天下无敌。大家想跟我一队的可以举一下手。我也想。哎，你们举什么手啊？这么不开心，我好不容易做师队长，想要国际化一点的。队友不要了是吧？不是，你这变得太快了吧，哇塞！你不要我，我也不要你。我现在就是江信息的人，从现在开始。在一起。磕到了。即刻进入拣歌环节，今次公演有五首歌，可以俾十队抽签选择，拣中同一首歌嘅两支队伍。将会自动形成对战关系。Battle， 好刺激啊！终于有火药味了啊！耶！十！耶！大家记得上 MyTV Super 睇亚洲超星团加长版，听讲用手机睇系免费噶。